8月8日 ，Twice 官方 SNS 上面上传了 Sana 的近况。照片里面是正在度过休闲时间的 Sana 的样子，将一个一个自然的动作，每一个瞬间都变成画宝的 Sana。Sana 戴上墨镜，瞬间充满了光环。那天 Sana 的主题是高冷还有性感，全黑造型里面穿着短款衬衫，凸显出纤细的腰部线条，展现了纤细的身材，隐约还看到腹肌哦。配搭上 Prada 的袋子，深深的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